如果可以时光倒转，你想旅行去哪个年代？布袋戏风靡全台，从驾临笑傲八方的时刻，还是用老派方式约会看电影，而戏院海报依旧手绘的岁月？又或者你想体验纯的理容院里山本头或西装头那昔日老绅士的帅气？不需要具备穿梭时空的能力，也可以来一趟穿梭时空的旅行，跟着 GoGo Taiwan 一起把时钟往前调，回溯记忆中的经典日常与怀旧滋味。